给你们看看什么叫家庭地位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小发去晚安玩了一天就准备回去，但是当我申请了营地之后，我这个当管理的同居咖喱妹妹开始拿捏我，在营地群喊管理放我进去，结果咖喱妹妹说不放，她还专门上线想把我擦掉。不仅如此哈，她还极尽嘲讽，你不是不回来吗？没办法呀，为了回营地我只能勉为其难的喊了一声宝贝，结果她把这张图贴了出来，喵的，把这图贴群里，我的小趴不要面子的呀，居然还说求我呀，怎么可能？大家猜一猜我有没有求他，然后小趴有没有回到营地。